大家好，希望各位不要对目前的经济的萧条感到不安跟绝望。我现在在立法院会同相关的同仁跟行政院一起来努力，希望提出更多有利于国计民生跟经济发展的法案，能够一起来发展经济。希望现有的政府也希望少一点政治，多一点经济，一起来拼经济，让台湾的经济能够蓬勃发展，薪水能够大幅提高，让大家一起来建构一个经济和谐的美好社会。